丽水一男子骑着电动车在街上放飞自我，不过呢，他耍酷没几秒啊，就被交警给盯上了。这位驾驶员，马路不是你的表演舞台，即便车技了得，也不能在事关大家出行安全的街头这么耍酷啊！万一撞上别人或者是翻车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幸亏被交警及时发现拦下，不然的话，问题可就严重了。